任小月，你今天到底要不要去嘞？二姐他们晚上才出发，我还想再考虑一下。哎呦，去吧，也难得出去旅个游。我看你在山里待着都没什么朋友了。那你呢？我去的话，三四天是很漂亮的。我不去，你们几个女的出去旅游，我去当什么电灯泡？那我不带你，自己照顾好你。搞得我天天要你照顾似的。你不在我是开心的很，每天睁开眼睛闭上眼睛就是你，我是烦都烦死了。那不好，那我也正好出去走走。够了，不要拿过来了，我自己都放不下。那我就不陪你下去了啊。啊。放手，你给我迁就，会不会就这样白了头？给你我平平淡淡的等待和能喝啊。好，谢谢啊。给你我百转千回的喜乐和忧愁。李秀萍，哎，怎么就你一个人啊？小月呢？他在家，我有个事想跟你说一下。啊，你说。你们不是要出去玩吗？啊。他这个人平时在家也舍不得花钱，这个钱你拿着，你带他出去好好玩一下。不用给，我自己会付的，还专门跑来让我吃这个狗粮。哎，你拿着吧。不用，你要不你也一起去好了吧。我就不去了，自己花自己的钱自在一点。我走了啊。好，行，拜拜。你灿烂无比的初春和深秋。给我你未经雕琢的天真和自由，给我你最最珍贵所有的所有。喂，二姐。给你我一来了来了，等我一下。好，路上慢一点，到了给我看。知道了，走吧，二姐。哎呦，你们两个就出去玩几天，又不是不回来了，搞得这么肉麻。你给我迁就，会不会就这样白给你我红
经雕琢的天真和自由。给我为他早就睡觉了，我已经到了，你看他的房间还挺大的，在外面就好好玩，不要裸。这不是到了给你报个平安吗？你什么时候回来？